打完才开始今天。对呀、啊。但是我还可以再回家。对，没错。你还有一个半小时。 那不是不能拿毛巾擦？
到裁判长主持大会。大家报告，青少年女子队列八强选手，请准备。报告，青少年女子队届趋势科技范云倩、厉害廖金慧，请进第二场地比赛。高雄女中刘云安，北市中正洪丽翔，请进第三场地比赛。厉害施慧柔，